我也有东西要送给你。你就是温静晨啊。他笑起来真好看，真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。老笑，老冲我笑，我不要工作的嘛。圆圆圆，你清醒一点，这可是你姐夫。所以我要感谢你啊，以后的日子啊，我要为了你更加的。也算是为了我自己。如果我现在告诉他，他心里会怎么想？其实一直隐瞒真相的人都是我。月月，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非常的幸福。那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我也是假的呢？